总统与陈建仁副总统也将会接受各友邦元首与外宾的致贺。新任总统蔡英文正式的接下了这一张玉玺。全体国民的共同奋斗，才让这个国家伟大。选举结果出来的时候呢，他问两位候选人会不会接受。刚刚这个川普谈话也非常的四平八稳啊，也表现他的绅士风度。来为大家介绍鹿港名人的传奇故事。And the crickets couldn't take the heat and released the arrow through the sky, flying, flying all the way to the moon.